我是星星，欢迎过来收看我的新恐怖游戏实况。今天我们将玩一款比较短的游戏，是的，它是即将发售的《生化危机2》重制版的一个 demo。关于《生化危机2》的重制版呢，我就不多说了，肯定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等了好久好久了。听说我们会有更好的画面，而且会有新的剧情展开。那么今天1月11号的时候，官方放出了一个30分钟长的一个 demo 试玩版。这个试玩版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One Shot Demo。是的，我们每个玩家只能玩一次，你的一次游戏时间只有30分钟，在30分钟结束以后，这个游戏就强制结束了，你玩到哪儿就算到哪儿。所以如果你胆子比较大，操作比较神，比较有经验的老司机可能会玩得远一点，但是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我特地注册了一个澳大利亚的账号，才能提前4个小时玩到这款游戏，因为目前只有澳大利亚区可以提前玩到这个游戏的 demo。 那么这个 demo 呢，从1月11号到31号都可以过来下载，所以如果看完这个视频啊，你也想尝试一下的话，可以赶快去下载 PC 啊，什么主机啊都可以下。那么这个游戏的正式版出的时候呢，我也是要全程做视频的，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过来看，1月25号不见不散。我估计会有很多很多 UP 主都已经上传了这个视频了，不知道谁打得更远，我们来互相攀比一下。废话不多说， Here we go。 看了一圈以后，我发现一个非常悲剧的事情，这个 demo 版本可能是因为是在欧洲服下载的，大家是欧洲吗？南太平洋 whatever， 所以它没有中文的支持，而港服现在迟迟没有看到这个 demo 的上线，所以呢没关系，我什么字幕不能做，来。哇，这是我们游戏的标题界面， Resident Evil 2 Start Game。 这个是浣熊市，现在是一片火海呀，刚才经历了僵尸的爆发。 Play through the story and experience a nightmare， 只有一次的机会。右上角有一个计时器，30分钟，我好紧张啊，我觉得我可能会卡关，可能整整30分钟都是在一个地方来闲逛，我能玩到哪儿就是哪儿。 Here we go。 不行，我还没有准备好呀，我应该先上个厕所再来玩的。 The final game may differ from this demo， 就是最终游戏会和这个 demo 不太一样。 This demo can only be played online， 只能在连线的时候才能玩这个游戏，你要不在线上的话，或者是你没有 SL 大法不能存档，就没有办法去重新来玩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楼顶的界面吗？就是那样怎么去到浣熊市的，本来是想去当这个新官来上任的，结果我现在不想讲了，我感觉我的时间在流逝。咦，哦，他没有任何的开头动画吗？我现在可以直接来玩了，这样是走路。Hello? Is anybody here? 这不是浣熊市警察局大厅，这样可以 look around。 这样是举枪射击，这样是跑步，这有个东西，手枪 combine， 好像是捡到我的身上了。打字机可以存档，我居然可以存档的吗？那我就 fuck， 这是储物箱，储物箱怎么放大厅了？这边有台电脑，他刚才说地上有脚印， N3 键可以看物品栏。这个电脑我看一下， RPD Raccoon Police Department。 大帅逼啊， There has to be someone here。 那样好像变嫩了，从老油条变成小鲜肉了。这是四号监视摄像头。 Not good。 David Marvin You there? I found a way out. It's in here。 喂，你不要看镜头，你前面有个怪，你怎么不先打怪呢？ Oh shit， 完了，拜拜。 Send reinforcements。 Let's get Captain Pache。 哦，他没死，他让我们去支援他。这是地图，他在那个什么 break room 的地方。 I gotta find that guy。 我们要找到这个可怜的警察先生。电脑还能看吗？可以看，这边是看地图。啊，他说这个地图是非常有用的，它不仅会显示你在哪里，还会告诉你一些场景里面的重要东西，比如说打字机给你标注出来了。现在我们是在 main hall， 在主要的厅，咱们要去那个 watchman's room 去找那个警察先生。怎么走呢？是不是往东边走啊？那我现在怎么在西边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不知道干嘛的箱子，这是我的物品栏，我是不是要找到特定的物品才能打开？这是楼上，这边是可以直接上楼的。可是现在我先把楼下先探寻，我再上楼啊，一步一步来。我估计现在过了几分钟，我不知道呀，我应该先打一个秒漂的。这是什么？这是个啥？好像是把这个门拉开，可是门没拉开， keep out。 那我现在是走这个门还是上楼呢？居然给了个存档，左上角有自动存档。那这么的吧，来大家，咱们走到这个楼梯口，我们花这个3秒钟的时间来端详一下这个雕像。1、2、3，好，我们走了，分秒必争，走这个门吧。没想到这个 demo 这么开放嘛，不是说单线程的，你是说你可以走很多很多事情，而且我真的只能玩30秒，这个时间也是算在内的，30分钟，感觉要高能的。我想吐槽一点，就是说《生化危机》这个游戏是每一部里边人名都一样，脸都不一样。比如说期待里面的 Chris，
那个是大变脸。Press frame 前面有一个演讲室，这是灯，这不是灯，这保险丝。保险丝，我没有保险丝 ，I don't have it。这门打不开，现在在哪儿啊 ？Just lock door， 告诉我这个是东边的办公室锁住的，东边的办公室。什么声音？我有枪 ，I have a gun，I have a gun。You got this。李阳在给自己打气，说你没事的。这边有个门 ，Yes， 我进来了。地上有一个死的人。这边是好像有一个可以播放的东西，这什么呀？这 press room 吗？好像真的是演讲室。这个怎么倒了？哦，他身上有子弹，捡到26发子弹了。可以爆头吗？哎，可以把灯打开？这么良心的吗？嘿，大家好，我是 Leon， 我是今天第一天上任的警察，请为我鼓掌。没时间了，我还在这浪。没什么东西吧？我是不是漏捡了什么东西啊？不对啊，应该没有。这房间是用来干嘛的？就是过来照个相的吗？相也没有照成。走了走了，溜达溜达。Hold。哦，他可以把这箱子搬起来，然后钻过去。这剧情我看得多了。最早已经忘了是哪个游戏发明了这个东西。Cleaning process。这边还在清洁地板。清洁个屁呀，全是血。啊，女厕所。哎呀，打扰了。啊，我也是女生，没关系。有人在吗？谁在这洗澡呀？怎么这么多水？有人吗？上面有一卷纸吗？这是 first aid spray。哦，给了一个急救喷雾器。那还行，我这个命可以苟住了。我不怕一种情况是我卡关，然后三分钟玩不了什么；另外一种情况是三分钟之内死了，就重新开始玩了吧，对吧？现在我们在哪儿啊 ？Bathroom。这边有柜子，上一季的柜子应该没什么意义。这个是亮灯，但是没有什么东西。现在就可以到这个 Watchman's Room 去救这个可怜的人。Jesus Christ！ Hurry！ Open up！ 我来了！ Open this goddamn door！ 我来了！我来救你了！我来救你了！你是我的战友。哦，他居然给了我一个充电宝！居然手里面死死的握着这个充电宝！完蛋！我有一种预感，我感觉见到的是一个人，我感觉拉出来会变成半个人。打码打码打码，完了，死了。到底是过来救人的还是过来，我要不救他，他应该不会留半个尸体了。充电宝拿走，谢谢你的充电宝。 Officer's notebook， 他的笔记本吗？Goddess statue 是一楼那个女神像吗？然后一个红绿灯，不对，它上面写的好像三块什么那个雕那个牌金属牌插在上面，然后会开启地下通路，会到这个停车场，然后都可以离开了。你怎么这么懂啊？就两页，这画着什么狮子山羊，狮子和山羊的爱情，然后 unicorn 独角兽和仙女。完了 ，Return to main hall， 新的任务出现了。出门右转，左转，左转。啊！哇！射击，射击，射击，射击！他先咬了我一口，吃个蛋了。射击，打到他的后背上，光头，一枪，两枪，倒了吗？我走了，吓我一跳！我的妈妈呀！后面是不是有人啊？有东西可以捡，对不对？有一个 East Office 可以开吗？不是有一个人来了，这打不开，这个好像需要那个钳子才把它夹开。我刚才说左转右转什么来着？这块是左转，左转。我感觉我不敢回头，听着声音感觉来了不少，来了不少妖魔鬼怪的样子。我后边没有吧？假装看不见，假装看不见。操！不打可以吗？我被咬了，我被咬了。哎，我的手柄要没电了，这样可以快速转身，我还是比较聪明的。然后再转身一次，手柄要没电了怎么办呀？我觉得我半个小时应该是挺得过去的吧，又不能暂停，这样可以回去对吧？苟住啊！求求你，求求你，苟住啊！苟住！一定要苟住啊！不要再他妈战斗了！哎。我叫有人来救我了！
是个狼火。你是谁 ？You're safe for now. Thanks. 哦，那个警官。Marvin Browner. 哇，这个警官现在戏剧频还蛮多的。Leon Kennedy. There was another officer. I couldn't. Here. I'm sure you did what you could, Leon.居然给安排了一段剧情。Does anyone know what started this? Not a clue. But honestly, all you need to know is that this place will eat you alive if you aren't careful. Yeah, well, I was supposed to start last week, and I got a call to stay away. I wish I'd come here sooner. You're here now, Leon. That's all that matters. Okay, Lieutenant, I'm ready. Hopefully, you'll be able to find a way out of this station. That officer you met earlier, Elliot.那个两半的吗 ？He thought this secret passageway might do the trick. 等一下，这个剧情是不是在占用我的时间 ？This is good news. We can get you to hospital. No, no, I am not the priority here. Lieutenant, I'm not just going to leave you here. I'm giving you an order, rookie. You save yourself first. I'd come with you, but I'd just slow you down. Now, you'll need this. 这是什么呀？子弹吗？ Stop.And don't make my mistake. If you see one of those things, uniform or not, 看来是有故事的人 You do not hesitate. You take it out, or you run. Got it? Yes, sir. Leon, 好嫩啊！为什么 Leon 一个新兵穿的全副武装？他们这些老兵什么装备都没有。哇，这忧伤的眼神。拿到了这个啊，这是小刀啊，给露一把小刀。L 一是准备 ，L 二是攻击。这样，我不对着他比划。Find a way to get underground， 就是找到一个去地下室的方式。他们这个电脑是核能的吗？我的手柄已经来不及就换电池。我们又回到了大厅了。那他说的这个雕像就是这个雕像。前面啊，是三个那个凹槽，果然是三个那个 medallion， 三个那个 medal。那么。现在我们要下地下室的话，怎么下呢 ？Oh shit， 这个是楼上，有个小梯子，这边有一个大狮子拿着一块盾牌，他的笔记本里边好像写了这个东西，这个好像是，哎呦，我这个血也不太好的，大家好像血都不太好了，太复杂了吧？他画的是七八个六个箭头，可是这里边是三个图案来安排，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往后的东西了，现在应该是不用的吧 ？View files。难道我真的可以解开这个吗？我现在没有时间来解开它呀。我们还是先下楼吧。不行，现在时间分秒必争，我不能在这浪费时间的。我先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走的地方。我们要找到一个到地下室的方式。这边这个门现在还是打不开的。或者说这个胶哦，这个胶布是不是可以切开呀？还真的把它切开了。那么现在我们是走一楼还是走二楼？我有点乱，我走一楼吧。分秒必争，分秒必争，最多还能玩十分钟就没了。他们这一段对话了五分钟，我一个寻的人。这是什么？子弹，子弹的颜色从一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我有31发子弹了，神挡杀符，神来杀符。这个窗户不是那个 jump scare 那个窗户吗？不是。好黑啊，什么地方啊？这是，后面是接待室 reception， 警察局是如此可怕的地方。一般这个游戏如果是不是这么计时，我肯定不会跑步来玩的。这个人死了，他不会突然跳起来吧？应该是死透了。利昂，你是什么恶趣味呀 ？Oh shit！ What the fuck？ 这是什么恶趣味？我刚吃完晚饭。在录实况之前。天哪，你这个恶趣味我真是不敢恭维。我还以为这个要是不能碰的，结果它自己掉下来了。这边是干嘛的？打不开，这啥屋啊？啊 ，club door， 俱乐部嘛 ，whatever that is。哎，你们看这个墙上的影子，怎么回事？啊，是这个黄条，还好。
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可以把窗户封上是吧？但是现在没有那样的道具。突然想到彩虹六号。咦，这人进不来。傻子，傻子 fuck you， 他来了，那你去死吧。我后边没有人，我后边没有人的话都可以打他头没了。我后边没有人，我后边绝对没有人。这什么屋不知道居然能进。 Operation frame， 这边是不是有子弹？ Weapons locker key card， 这是武器储物柜嘛，武器箱的那个没有装备上，武器箱的那个卡。 Record of events， 到底发生了什么？9月25号，应该是25号开始爆发这个疫情的，然后就是各种介绍，我只能跳过的，然后后期自己大家翻译。David Ford， 就是刚才那个被撕两半的那个呱呱，好惨，这门打不开，可能需要钳子才能开。这边有一个地板，地图，一楼地图拿到的，哦，挺好的，没时间看，谢谢，谢谢你总是给我一些我没有时间去端详的东西，我到底怎样才能看？我现在还有几分钟可以玩呢。还是不要看了吧，看的话就会非常分心。这边是死胡同对吧？没有路了，往回走吧。现在我比这个更我更关心的是我的手柄还能苟几分钟，看是手柄先没电还是游戏先退出，只能玩半小时。我感觉它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开放一些。 Raker's Room， 这个进不去。我现在拿到那个 key card 是什么 weapon locker， 武器的那个储物柜的钥匙。这是个死胡同，进不去，又回到大厅了吗？什么都没有进展。We are back, we are back, we are back， 我们回来了。警察先生，你还在吗？哎，我居然什么都没有看就回来了吗 ？East office observation dark room， 这个地方，这个箭头，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过去的呀？天哪，我的时间！我的生命，哎呀，我这一分钟光顾自己在这儿说了，现在我估计这个一分钟我应该是可以争回来的，因为这条走道上没有任何的怪。是的，我只要回去走那个角落就可以。这个游戏对路痴而言简直就是 nightmare or beyond nightmare， 这简直是噩梦中的噩梦啊。没关系，我回来了。是的，一分钟不到我回来了。是左边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啊，有个通风口，我可以上去。我刚才实在是太黑了，没看见。我估计弹幕可能已经非常的着急生气了，因为你们肯定看到别的 UP 主来玩这个游戏，我肯定不是第一个发的。但我希望我不是玩的最少的一个，我希望我能玩的多一点。这边有一个警察先生在砸这个贩售机。Oh shit！ 看来他很想喝水。三枪，四枪。倒了吗？一般生化二在老版的时候是他身上如果流血流一滩血的话，这人就死透了。哎，这什么房间啊？ Safety deposit room 啊？209109，我摁109会怎？就没了。现在能摁什么吗？摁个104。这是干什么的？203啊，203里面有装备。那我们来开个203。大二没了，这个世界的恶意。208里面也有好东西 ，shotgun， 是不是我们要去捡按钮啊 ？Spare keys to fix right now， 他说我们去找到这个去找到那个就是按钮才能把它修好。103和102都有好东西。103和有没有不是三和二的啊？106里面也有东西，106和109，咱们把106和109开了吧。哎呀妈呀，106，我只开一个吧，我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了。这个开一个大概一分钟啊，开一个算了，反正不是正式版，要这东西干嘛呢？又不是什么神装。 Roll film 胶卷。存档用的 ，I'm dead， 这又不能存档，你给我个存档用的东西干嘛？我不该来的，是走这边吧？这边没有来过，这边有一个小房间是 West Office， 西边的办公室。Gunpowder， 枪粉，
如何用枪粉？啊，两个枪粉可以磨出子弹。谢谢啊 ，very informative。这人不会站起来，没有站起来。我感觉这个好开放啊，好多好多不知道怎么开的东西，都给你扔在这儿了吗 ？Reception 就可以回去了。这个 office 里面东西还是蛮多的，也没有怪，没有僵尸，真好，真良心。这有个门，这门我打不开。蓝色的吗？和别的颜色不一样，别的都是绿的，我记得。蓝色的，不、哦，谁？你是谁？一箱，两箱，三箱，四箱，他死了。我觉得应该没这么简单，这还有一个。一箱，两箱，三箱，啊，又来了一个吗？没有，他撞墙了。没事没事。啊！啊！你怎么活了？我操！死了没？死了。这不是刚才我打那个胖子吗？这怎么还能复活呢？现在该去哪儿啊？啊！啊完了！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我们去 dark room 吗？ dark room 怎么去啊？是这边吗？有个暗室，好像是的。前面有好多好多人，他们不会跳进来吧？竟然可以上了，我记得这个场景。这是什么？绿草，这样可以苟一下的，快，苟住了，太好了。这是什么 ？Wooden board， 木板，木板干嘛？难道啊，是不是之前那个窗户可以拿木板来修窗户呀？我们开一个脑洞 ，medical， 告诉你怎么去合成这个药。谢谢。这是什么？打字机不能存档。哎，这可以把 dark room 的灯来打开，变成了亮的 room。这难道是？紫草吗？这是红草。我刚把绿草用了，你给我个红草。这边是胶片，什么都没有。哎，这边有柜子，居然可以掉啥？哎呦，子弹。这是什么？天哪！这是 gunpowder。其实我们可以合成一下，可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用不到的嘛。这个。算了，来不及扔了，我走哪儿算哪儿的。现在怎么走呀？不知道呀。可以上楼是吧？多走一点，能走一步是。哎，我操！完了完了完了，这人你自己出来了。二楼自行车。现在我们到二楼了，但是二楼这边有一个男厕所，喜闻乐见男厕所。这是阀门，前面有蒸汽，就是说，啊！打扰了，打扰了，打扰了。就是说你要想过那个蒸汽的话要开这个阀门。又是一朵红草。二楼好像啥都没有啊，除了厕所。三楼呢？我感觉没时间了。有个人。What the？ 瞎发射的话 reload 七枪才能打死一个，如果射头的话大概是三四枪。是不是这个枪太烂了？这一代可不可以，这个重置版可不可以给枪升级啊？有子弹了，有子弹有个屁用，没有时间的 ，no life。这密码锁，拿到一把啊，这个我之前见过这个门，我能替换一下吗 ？Inventory is full， 把这个扔了吧，扔不了，这个扔了吧 ，yes， 这样就可以拿了，拿到了。这又是什么房间啊？等一下，我刚才这边是不是没有调查的东西啊？这怎么漏了个洞啊？有个感叹号。啊，这是我从这边进来的，我有点懵这个场景。这样可以从这儿过来。这游戏我得表扬一下，我是拿普通的 PS4 玩的。What in the？ 然后他去60帧。然后我还要表扬一下，就是我在三分钟之内我见到了舔子，见到了舔舔，我知足了，我的人生圆满了。又是 gunpowder， 这边有个木板，不要管他们。现在我来不及看地图，我觉得时间在流逝，能玩到哪儿算哪儿。这是什么 ？It's Marvin。他居然没死。I need you back here ASAP。Are you okay, Marvin? I don't think it's okay. I've got something to show you. It's important. Copy that. I'll be right there. 我现在大概还有一分钟。我们现在是回到那个，这是 library， 图书馆。我感觉这边很多很多人都会醒来的。还好你暂停的时候，门一号，这个门出去就是。别挡我路！What the fuck？
是不是拿这个开？耶、yeah! 啊！太好了，太好了！啊，能开，能开，能开！出来了，他正好在这儿呢。这怎么是二楼啊？这是二楼刚才那个啊那个狮子的地方。我来了，他居然没死。I'm coming. There you are. Come here. Take a look. 这不是 Claire 吗 ？I knew she'd make it. You know her? Yeah. Name's Claire. I came into town with her. You can get to that courtyard through the second floor, east side. I'm on it. Thanks.Lieutenant， 再来是不是他就已经变成了一条行尸走肉了？现在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可以看 Claire。What？ Thank you for playing game mode standard completion time。什么意思啊？难道是我打通了吗？他是说我只玩了18分钟，我打通关了。What？是这个意思吗？我能上网查一下吗？我为什么是 completion time？ 就是我还没有玩到30分钟，我这录制了25分钟啊，怎么回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录制软件，我要拿这个手机来拍一下，大家心里面有一个感受，大概是什么概念？你们看啊，这个显示的是18分钟，然后我这个录制软件聚焦26分钟，怎么回事啊？这是宾馆，怎么回事啊？这个聚焦不上了，聚焦上了，难道我通关了吗？我通关了 ，What？ 意外收获。那么这个游戏呢，今天就打到这儿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收藏、点赞、点硬币。咱们等待1月25号的时候出正式版，将会有一个非常长篇的视频，我们到时候再见吧，拜拜。I want to find out what's happening here. She's the one at Umbrella responsible for unleashing the virus. Seems to be evolving much faster than expected.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God only knows what's down here. What the hell? It'll be all over soon. Let me go! I'll get you, you fucker! Ada! Sherry, I'm coming! I'm not handing over anything! Jesus Christ!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up against. The whole place is coming down. That's a pretty damn good idea. This is Hunk from Alpha Team. Man, I thought you were all wiped out. Ah, しんど。